武吉，武吉，怎么不回答呢？还在生爹的气啊？哎，人呢？哎，又上哪儿去了？小怪，忍着点。我把这淤血弄出来，你就会没事了。小怪，你会不会很恨我？哎呦，无缘无故的，我干嘛恨小姐嘛？哎呦，因为这本来不关你的事，可是却让你换来一顿刑杖。这顿刑杖还是我来挨才好。小姐，你是金枝玉叶，这种罪挨不起了。要不是皮厚一点，还真撑不住呢。陆延叔，我都被打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说风凉话啊？这不能怪左叔叔啊。哼，臭小子，你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是好人心啊。我是念在你多年照顾小姐的份上，又忠心耿耿，我才手下留情，要不然啊，你的被子早就开花了。啊，对，要怪就怪我爹好了，他竟然不顾父女之情，要以教规来惩罚我。小姐，教主会这么做，他只是想吓吓你，教主不会真的处罚你啊。可能吗？如果不是小怪要带我，现在趴在这里的人一定会是我。哎，那怎么会呢？俗话说得好，虎毒不食子，老虎那么凶猛，都不会吃他的儿子，何况是人呢？小姐，别胡思乱想，早点休息吧。回去。小怪，你自己要小心。不会了。舍利子熬成圣水之后，便可以使人百病不侵，延年益寿，是不是真的？到时候试一试便知道了。Thank you.
我是新来的。这里是放舍利子的地方，一般闲人不能进来的。你是哪个护法带进来的？我是。你们可以拦得住我吗？大胆！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，看来你我真是有缘啊。少废话，把舍利子交出来。嗯，那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哦。我记得有人说要饿我三天三夜，现在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主留香，你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啊！这个网我用牛筋补过了，虽然没有乌蚕丝那么坚韧，但是松紧适度，你试试看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。你放我出来，放我出来！你放心吧，舍利子现在在我这里，贵教想必倾巢而出了，很快就会有人找到这儿了，一定会有人救你的，我们后会有期了。楚留香，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走。救命啊，快点来救我。小姐，你怎么掉到陷阱里面去了？小龟，快点来救我啊。小姐别害怕，我马上救你。哇，好美哦，像夜明珠一样会发光。哎，不对，是红光，好亮啊。难怪那个沈万山要把它奉献给皇上。哎，这舍利子卖起来最少值万两以上啊。鸡大哥，你呀真是个满身铜臭的生意人，时时刻刻就想要赚钱。哎，只可惜啊，跟着我们楚大哥那就做亏本买卖的份儿了。
哎，好好好，到了洛阳城啊，我就请你们两位饮个大醉。哎，这个是你说的、哦、说的、哦。哎，这怎么行啊？楚大哥，光是他们两个有份啊，我们三个也有帮忙设陷阱哦。对呀、啊，还有我们呢。好好，那你们要楚大哥怎么样报答你们呢？答应我们三件事。好，哪三件？现在还没有想到，等我们想到的时候再告诉你。哎，对对对。好好好好。哎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需要多少时间？大概有三天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三天以后来拿。这次舍利子失而复得，申某真是感激不尽啊！沈老先生实在严重了，楚大侠行侠仗义，不重名利，申某真是无以为报。如果大侠不嫌弃，沈某愿将小女许配给大侠。沈姑娘秀外慧中，当然是天下男人的最爱。可惜我是漂泊在外，还不适合成家安顿。沈老先生的好意，在下不胜感激。哼，为了你，我已经声名狼藉。如果你不，我宁愿死。救命！沈姑娘，这是何必？将军，不要强人所难，都怪爹不好，利用了你。楚大侠，真对不起，小女是被我宠坏的。哦，不是，楚某令你们失望了。还望老先生和令千金海涵。楚大侠不但智勇双全，而且还有一副好心肠。哎，只可惜沈某无缘与你结为姻亲。哦，沈老先生抬举了，让楚留香给跑了。这哪叫做是不是废料？你们这么多人，居然连个楚留香都抓不到，还有脸回来见我？启禀教主，楚留香之所以潜入总坛，皆因属下而起。为了本教圣物，本教的秘密，属下自愿追杀楚留香，直到夺回舍利子，将功赎罪。你，此事不必寻常，何况楚留香亦非等闲之辈，也有把握可以夺回圣物。若是属下夺不回舍利子，愿意接受本教最严厉的制裁，最严厉的惩罚，恳请教主恩准。这个嘛，好吧，如果对手武功太高，立刻与本教联络，我自会增派人手支援。遵命。启禀教主。进来。启禀教主，命令属下前来，不知有何差遣？无极独自追查舍利子，本教主十分担心。一来怕人单势孤，二来他毫无江湖阅历，恐怕……教主，那属下立刻派人追回。无极的生性倔强，他想做的事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，颇有他母亲的脾气，再加上他当着众人的面前认错，本教主如果不答应，以后如何统领本教？那教主的意思是，你马上率领一队人马，暗中保护无极，同时伺机夺回舍利子。是，教主。教主请放心，属下一定尽全力达成任务。洛阳城内
怎么多出一批神秘人？莫非有大事发生？好酒，真是好酒啊！一杯一杯的喝，真不痛快。哎，说的也是，小二，哎，立刻搬三坛上好的女儿红来。啊，三坛，太重了，搬不动嘛。哎，哎，快去搬啊！是，马上来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见天眼开的小人。哎，这种人呢、啊，比你皆是。哎，老冯总，你帮我沈万山大忙，这酬劳一定不少吧？我楚留香啊，向来不为报仇而做事的。嗯，一点都没有。没有。嗯，他多大方啊。嗯。我发誓。我以后不再帮你做任何事，没有钱没什么好做的嘛。三哥，哎呀，加油！麻烦来喽。哎，看来这三三九是喝不成了，有钱好像也不是那么顺当啊。哎，真没意思。三哥。楚留香呢？是不是你们把他藏起来了？虽然你叫莫言，但你总不能莫须有吧？楚留香早就走了，你找他有事吗？他杀人了。什么？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？他杀了沈万山的全家。快让他！快！没事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来，拿去买糖啊！哎，你为什么不动手啊？我是官差，我绝不会从人背后下手的。哦，那不是跟我一样吗？完全不一样，你是犯法者，我是执法者，如果我抓不到你，我就无法跟上面交代。很抱歉，我是不会让你抓到我的。你要是为了跟上头交代的话，刚刚就应该一刀杀了我。不要逼我动刀。嗯，哎，老酒鬼，别伤了他。嘿，楚留香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莫言，大人，有什么进展没有啊？我跟他交手，可惜让他跑了。哎呀，沈万山是当今富豪，舍利子又是上供珍品。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，本府可是要丢官的。大人，我知道，不过楚留香为人处事宅心仁厚，他连一个小孩都不愿伤害。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一个凶手，可是那神符的现场却用鲜血写着他的名字，或许有人嫁祸他。你跟那姓楚的是沾亲带故啊？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帮他说话？我是就事论事，罪证确凿，根本不用怀疑。这件案子朝廷非常重视，尤其是沈万山的好友昭明太子，所以一定要缉拿他归案。不问是非曲直？哎呀，破了案大家都有好处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把握时机，唱台好戏让我瞧瞧吧。戏我是不会唱，不过我会尽全力追查真凶，不会让你丢官的。升了官，可不要忘了我。摸不透，摸不透。是属于什么样的门派，我不敢确定。回去印子，大哥，你看，听说楚留香这三个起字是沈万山临死的时候写下来的。你别老像跟屁虫似的死缠着我好吗？很快我就不用缠你了。哼，这场赌你输定了。哼，未必，未到最后关头胜负很难说。你一向都这么认真吗？不错，最容易的案子我绝对不败。哎，我也是。哎，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些相像。哎，如果你不做贼不杀人，我们可以做个朋友。哎，哎呀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可是你没有什么反正，你还是要跟我走。好吧，那就让你再次失望了。楚留香，如果你不想让你的红粉知己
变成刺猬的话，请你不要轻举妄动。哎，莫大捕头，这场赌我认输了。可是你不是凭真本事赢的，而是靠技巧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我跟你走，请你把他们放了。就等你这句话。放人。臭大哥。蓉蓉，天快亮了，我看你们也累了，先回船上休息吧。那楚大哥你呢？我澄清此案之后自会与你们会合的。楚大哥，那你要小心哦。知道了，去吧。走吧。楚留香，上头逼得太紧，我不得不出此下策。人在宫门就好像人在江湖一样，有的时候难免身不由己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黄菊枝头生小寒，人生莫放酒杯干哦。楚留香，府衙不远了。看你这模样，好像一点不担心。哼，人又不是我杀的，有什么好担心呢？话虽如此，巡抚大人肯相信你吗？只要我相信自己就好了，何须强求别人？你好像是另一个我。是吗？那我们可以做个朋友了。如果我不吃公家饭，或许我们就可以做朋友。你可以不吃吗？有时候我想的事却做不到。我相信正义，可是没人相信我。好人通常都被误解的。哎，对了，你的作风一点都不像个官差。哼，你也不像大盗。起床。你是谁？我是上官无极。楚留香，你快把舍利子交出来。沈万山一家遇害，舍利子也不见了。鬼才相信你。想不到你也想躲，朝顾圣母。谁说是躲？舍利子原本就是我家所有。你满嘴胡说八道。我就一定要把楚留香带走。哎，大头啊，你帮我应付他，我去帮你追查真凶啊。娘，走，是啊。楚留香，你别走。来，来，哎呦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你想要怎么样？妨碍公务在先，杀人在后，没有言办。大公鸡啊，你鱼能不能钓快一点？我的酒快喝完了。哎，你急什么嘛？我胡大哥，胡大哥，鸡大哥，胡大哥，你们急什么？你们这么大声把我的鱼都吓跑了呢，我的下水菜藏哪来啊？你还说笑呢，楚大哥被莫大捕头给抓去了。对呀。嗯，我也没听错，老臭虫居然打不过那个家伙。楚大哥不是打不过他，他是为了我们。那值得，那值得，这叫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啊！这老臭虫啊，一直想这么做的。大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人家都快急死了，你正经点好不好？对呀。要我正经啊，那甭想，
要正经去找他。邱大哥，找我？不用麻烦了。邱大哥，邱大哥来了，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你是怎么回来的？我们好担心你哦。对呀、我正愁没法子脱身呢，谁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歪打正着的就帮了我解围了。那个程咬金是谁啊？上官无极啊。上官无极又是谁啊？就是秦岭里的那位姑娘啊。上官无极。红秀，你认识他吗？他有没有说他跟舍利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红秀，你想到什么？你快说。是啊，我们的武林大字典。在武林中有个神秘的教派叫日月神教，在前不久他们到天竺国得到了一颗舍利子，被他们教主视为圣物，而这日月神教的教主也是复兴上官。哼，据我所知啊，日月神教现在是名存实亡，既没有教旨，也没有见过他们的活动。你怎么断定那位姑娘就是属于日月神教？红秀推断的没错，我夜探秦岭时意外发现日月神教的人竟然藏匿在陵墓里。那如果这件事成立的话，楚大哥岂不是偷了人家的圣物？哎，舍利子如果是日月神教的圣物，那沈万山的贡品又从哪儿来呢？哎，我昨晚夜探神府的藏宝室中，我仔细查看过，沈万山用来装舍利子的瓶内根本就没有装过东西的迹象。我不相信沈万山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冒着欺君之罪来骗你。如果他确实如此的话，老头说这件事就复杂了。沈府一家没有活口，现在要弄清楚真相只有找上官无极了。小姐，总管回来了。小姐，目前外面情势紧迫，我看我们回日月神教去吧。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小姐，我知道你会对舍利子的事耿耿于怀，可是目前江湖险恶，卧虎藏龙，再加上官府的介入，万一小姐你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是无法回去向教主交代。左叔叔，你的一番好意我很清楚，但是你应该知道，我曾经在教主面前发誓，我一定要找回舍利子。如果我现在空手而返，我一定会受教规处罚的。哎，可就难办了。左叔叔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有十足的信心。哎，小姐，光靠信心是不够的。难道你没发现楚留香和官府的两帮势力已经不容忽视，如今又多了一股可怕的恶势力？在哪儿？就是杀了沈万山一家人的这批人。沈万山他们全家全都不懂武功，杀他们就跟杀小鸡一样。那些人有什么好可怕的？不过据属下我探的，杀死沈万山一家的主因是中毒，如何在一个晚上之间将沈家上上下下36口人同时杀死，连官府都查不出来。这些官差真是个笨蛋，他只要在沈家的饭菜中下毒，那不就很容易解决他们了？小姐，你不知道，官府连饭菜都查过了，甚至连水井的水都化验，毫无被下毒的迹象，您说此案悬不悬？这么说，难道另有